好久没吃海螺了，你喜不喜欢吃海螺？还是喜欢吃这个八爪鱼？你喜欢吃哪个？在哪个点两下哈？如果你都喜欢吃，你一定要点击我头像，给我点个关注，我直播间吃给你看哈。十岁以上给双击，二十岁以上给个关注啊！都放假了，可以给双击了。有的人一进来就会给双击，因为他知道双击能激活他的账号。天天这句话你烦不烦？老李，我不要给他双击。只要咱家老李给我双击，都不。想吃海螺的扣一，想吃鲍德的扣二，都喜欢吃的双击。这个视频我只要两个双击，一个是有钱的，一个是将来一定会有钱的。这个视频我只要一个双击，能吃辣的给我一个双击，不能吃辣的就不用给了。这是上次咱家老铁给我的双击，咱老公奖励的大虾啊，这次还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啊？我想吃大波龙。超大个的扇贝肉，带黄的，没有冰衣的。你整天就知道吃，就知道拍，你总想通过网络把咱家的扇贝肉给它卖出去，可是你一单也没有卖出去，家里的卫生也不知道打扫。老公，我相信我坚持一定会把咱们扇贝肉卖出去的。隔壁的王大姐，她家扇贝肉还没我家大，都卖了那么多单。我们家带黄的扇贝肉，我相信我只要坚持，哥哥姐姐们肯定会支持我的。买不买没有关系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、七包，只需两个九，再加两包。谢谢老公，哥哥姐姐们，买不买没有关系，给我个小爱心支持一下，感谢。老铁私信让我吃一个海螺，而且必须吃带券的。那个老铁在不在？给我个双击。苦感就是，这个视频我只要一个双击，能吃辣的给我一个双击，不能吃辣就算了啊。四个小包头，你猜猜哪个带墨，哪个带大米？而且我问一下，有几条腿？我一会要开直播了，来我直播间哦。这个视频进来双击的都是有钱人。其实现在没有，下半年马上就会有了啊。这个视频进来双击的都是有钱人，其实现在不是，下半年肯定会是的。一口吞一圈，咱家老铁能不能给我一个免费的双击？今天吃个八爪鱼，这个煮了有点破啊，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大米。哇天哪，来墨了，来我直播间哦，咱们看看，很硬哦。这个视频我就不要双击了。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？这一个将近三斤，我的天哪，很大，在视频当中看起来不大。现实当中有点大，这个煮的时候沫都出来了。来吃一个火辣包头，不吃辣咱家老铁是不会给双击的。上辣，哇塞，再来一点，对自己要狠，咱家老铁才会给双击。这个是什么形状？
出没了吗？有没有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？哇，我这锅里面这个将近小两斤，大不大？貌似出没了。来我直播间，咱们看看这个到底是干嘛的。这个视频进来双击的都是有钱人，即使现在不是，明年肯定会是的啊。嗯，牙黑黑的。今天整了一个大的，水煮的时候不知道咋这个皮给它弄破了，这个也破了，这个将近一斤多。来我直播间哦，我们要吃它。来喽，看见没有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，怎么青了？有没有能告诉我它是怎么回事，是被谁欺负了吗？哎，为什么这个脚这么短，四个半脚？喜欢吃大的扣一，喜欢吃小的扣二，都喜欢吃的给我点个双击。我一会直播了，待会咱们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大米，有没有墨汁啊。这个视频进来双击的，肚上不长大肥肉，脸上不长青春痘。嗯，有个大米。嗯，香辣大鱼像不像火腿肠？哇塞，这肉质哈可肥了，全部都是新鲜现做的。有没有和我一样很喜欢吃香辣大鱿鱼？铁板鱿鱼我都喜欢吃，看起来是不是特别有食欲？香辣口味的，看一看它的肉质，雪白的大肉。你喜不喜欢吃香辣大鱿鱼？反正我是很喜欢吃的。到了吃生蚝的季节了，补一补。今天整了一盘，你说这八爪鱼挺大的哦，四个就占了我这一个大盘，整整一大锅。哇塞，看见没有，这个偏大一点，但这个皮破了。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大章鱼？我老公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啊，切切帮我弄的，能否给我老公一个辛苦的双击？好吃。无腿的八爪鱼，这个视频我只要一个能吃辣的，给我一个双击啊。四个大爆头，能不能给我四个双击？对了，这个是香辣大鱿鱼啊，这两个能分得清吗？香辣八爪鱼，香辣大鱿鱼。整个海螺，你最喜欢吃海螺的，还是最喜欢吃这个八爪鱼？不知道这八爪鱼哈里面有没有大米和墨，头挺大的。这个视频进来双击的都是有钱人，其实现在不是，下半年一定肯定会是的。今天吃一个海螺，这个海螺是我捡的，没花钱，你信不信？把这个苦胆去掉哈，哎呀，这个黄才是精华，来点这醋。挤干是最过瘾，那，哎，来一口，吃干会上头，这肉，你喜欢吃爆头，还是喜欢吃海螺？真香。喜欢吃哪个点哪个。
今天捡了个海螺，你信不信？四个八爪鱼，你喜欢吃海螺还是喜欢吃八爪鱼？来，我先把海螺整出来，我厉不厉害？看见没有？哇塞，这太香了吧！您看这腿哦，咱不说别，都拉丝了。这个八爪鱼，看见没有？都拉丝吃在嘴里面，入味又好吃。哎呦，哎呦我去，看到没有？嗯，这也太拉丝了吧！主要很入味。这个视频我只要能吃辣的，给我一个双击啊！火辣的。